看到了很多这个京味文化，包括冬奥的很多这种特色的展品，比我想象的更豪华一些。之前没有见过这么大规模的。是灯吗？看有没有各式各样的这种呗，是不是有什么比较新奇的东西看一看？不光是看灯，不是还小吃街吗？姐，带着孩子过来，还有老人吃小吃。